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正浩，我非常开心在今年能够参与公共电视两部大戏，一部是《小孩大人》，那我在《小孩大人》里头呢是饰演个性非常沉着稳重，然后非常理性的刑警方佑荣。那另外一部是《歌谣风华出身》，我在《歌谣风华》里头呢是饰演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。那对于邓老师他对音乐的执着呢，是我非常佩服的。要演出一个真实的人物，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。你今晚去过的时阵，两个都很开心，可以在这两部截然不同戏剧类型，可以尝试两个个性迥合的角色。那谢谢公共电视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更加磨练我的演技。请您以实质的行动来支持公共电视，来支持优良戏剧。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划拨账号19213335。